多謝曬各位。咁諗首先多謝CEO Capital 能夠今日認同我同埋我嘅團隊嘅工作，呢十六年嘅努力多謝攞到呢個獎。咁玩個少 history 啦。咁我本身 background 係一個 banker 啦。咁喺2000年嘅時間得咗個即係 dotcom 嘅一個契機，有冇機會去創業？咁呢幾年都睇到其實做電子支付嘅講就 fintech 就好似好嚇，當時得令，其實當時嚟講好艱辛啊。2000年嘅時間，我諗在座都 BB 一個月都喺 online 都買唔到一次嘢。咁當時其實好開始嘅時間都好初步。如果大家集體回憶嘅話咧，仲好多品牌當時出現，譬如話由Go to Hong Kong 啊。Hong Kong.com 啊，當個年代，其實當時個 e-commerce 嘅發展好初型，咁亦都大家多謝大家班同事嘅努力啦。咁由當時由一個單一個少少嘅中SME 喺香港一間 IT 公司幾個同事砌咗呢個 platform， 咁亦都經歷過 SaaS 啦，經歷過financial tsunami。咁其實由嗰個年代咧，其實都俾我哋有個機遇去不斷去改善自己、改良自己。由2006年開始咧，我哋達到收支平衡咧，就將我哋嘅業務擴展，逐個喺東南亞去建立我哋嘅分支機構。咁今日成為 Asia Pay 係成為一間喺亞太區能夠覆蓋12個國家，同好多唔同嘅各個嘅個跨境嘅銀行啊，特別支付平台，譬如話銀聯啊、微信啊、支付寶啊，喺東南亞去拓展業務。咁我相信我哋嚟緊，我哋會秉承我哋自己 Asia Pay 自己嘅 missions 去打造一個全亞太區領先嘅一個支付平台技術嘅供應商。咁好多謝我哋嘅 team 團隊咁多年同我哋不斷去 business trip 啊，捱間底去砌 proposal 啊，呢啲經歷我哋陸續都仲繼續係生活喺咁嘅環境之下。好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